关高中高伟。为了感谢选手在这次全国比赛当中的努力，以及全体教练的付出，官府特别举办表扬大会。看到南投县有真好的成绩，是让南投县长人民真正欢喜。怎么会有这么优异的成绩呢？28金牌，这是我们南投县的荣誉啊！他刚才那个是开玩笑的话了啊！他希望我们联名会啊，我们联名运动会啊，能够在各位选手能够再继续保持优异的成绩哦。这次全国高中学校运动会，南投县摕到全国第6名的成绩，尤其是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摕到全国第1名，县长林明吉嘛将奖金来提升，是受到真侪人的肯定。可以提高到10万的奖金，对于他们未来的训练，或是出国，或是他们的一个装备其实是很大的受益啊。像我们运动选手有些是比较弱势的，他单亲啊，还有低收入的家庭，那也是一个及时雨啊，对他这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及时雨这样子是。去年的金牌啊是7万块哈，我担任县长之后就把它调高啊10万块来鼓励啊我们全县的。各中小学的同学啊，你如果对体育方面的各方面啊有兴趣的，就自己啊多加训练，代表南投县去参加竞赛。啊，相信的吼，有咱的县政府，啊，甲咱县长对咱南投县的体育的支持吼，啊，相信咱南投县的体育会更加好。各项的体育比赛，南投县的选手是真厉害，除了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好成绩，嘛为南投县打出好名声。记者张伟雄采访报道。